一篇 G Karina 故意穿着凸显胸部的服装的文章在网络上疯转，浏览量已超过6万。照片中 Karina 身穿露锁骨的灰色露肩上衣，该发文者暗示 Karina 的上衣过污暴露，但其他网友似乎并不认同。有一条评论还提到了徐允珍在回归时期穿着的争议性服装，用来与 Karina 的服装进行比决。 ESPER 公开了日本善曲 Hot Mess 正式在日本出道，他们在7月3日凌晨0点发布了日本出道曲 Hot Mess 以及收录曲 Zoom Zoom 和 Sun and Moon 这三首日本原创歌曲，并获得了好评。此外 ESPER 从福冈开始在四个城市举行的日本体育馆巡演的门票也早早售罄，8月17日和18日在东京巨蛋举行的追加公演的门票也全席售罄，证明了他们的全球票房实力。